今天是我们准备要录 A Game 的第五集，也就是倒数第二集了。哇！怎么样？还想玩是不是？我可以为了你开第二集啊。好啊，你讲的哦。那关卡不要太夸张。其他人有意愿第二季吗？安静，你看他们安静。哎，大家都不要找他们。我当关主的话可以，我当关主可以。没有没有，关主只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是我们要拍第五集了，可能这一集的关卡就不会这么辛苦，不要让你们每一集都这么辛苦。Oh, yeah! 对啦，这样才对嘛。那我们现在人位在宜兰的 Loft Villa， 对，非常感谢他借我们如此美丽的场地，漂亮哎，很漂亮，而且它外面还有一个庭院的东西，可以烤肉。對，可以烤肉，还可以小滑一下独木舟这样子，对，有那个独木舟，很酷，这边很酷。我们等一下去滑独木舟啊。对，游到隔壁洞了。明天不是现在我们要玩水，我们明天五点起来滑。他那个，大家弟弟在补妆，弟弟在补妆，我拍到了。不可以，不要说剪进去了。现在 Ariel 没有在录哦，我在盯着你看哦。哎，这我刚跟你借的哎。是啊，我真没有嘞。傻，这我刚跟你借的。好了，那你教大家怎么画啊？你教大家怎么画啊？我就当图一图而已。我看一下。那他狗逼啊！你看我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乔 PD 出来宣布我们怎么选队长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这一集其实已经内定好谁是队长，那不是我吧？是我选的。那就好，不然大家又说我内定。不会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们用一个小游戏的方式来揭晓到底这一集谁是队长。等一下我会形容一下这一集的这两位队长的一些特色。好，这个不是关卡啊，大家就是画开心而已。好。对啊，还说我画错会不会怎样？我们现在要先画队长。对对。队长机吗？一个。眼如抽水，望如风。啊！秋水，眼吗？眼睛的眼吗？那是什么意思？秋水眼，眼睛很漂亮。眼睛吗？桃花红脸，桃花呆。桃花。鼻子高挺，比兄弟。啊！不要再画，太快了啦！鼻子高挺，比兄弟。大嘴厚唇，笑口看。哇！我好像知道是谁。怎么那么厚啊？他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这个就凭这些东西，你们就画一个。哎，我完全画不出来哎。天哪，我们穿有做过头发吗？过肩。头发过肩。有刘海吗？眼如秋水。有自然卷吗？好了，按我的好画画好了。可以了吗？我可以形容不用了。哎，你干嘛画胸部啊？你干嘛画胸部啊？他不是眼如，他刚才说眼如什么眼睛啊，怎么的啦？鼻子比胸部高。哦，对，你看有啊。哎，你画得很像鬼。再次，什么？我很抽象。画得像鬼。眼如抽水。眼乳，哪里有乳？你不要欺负香港人，香港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他这个放弃。你们这样搞他，明天超累，我跟你们讲。好。好，把特征都画出。眼如秋水，望春风。望春风，我觉得就是小粉红妹。我也觉得就是我本人。桃花红脸，桃花开。望春风。我只有答案。老吴，你是画鬼啊？我也有答案。我把名字写下来。我先说我没有，我胸高挺。鼻子高挺比胸挺。没有胸比较挺。我已经有答案。大嘴厚唇笑口。嘴厚唇，结果是肚子痛。写下来。你是谁？哦，可是他怎么可能比胸挺？室友的胸不得了哎。这个高。哦，很丑。他鼻子比胸挺哦。哎，我这是画胸肌哦。不太一样。第一是门神哦，他是少女。哇，你的是少女漫画眼哎。我有答案。好。很美吧？可以写下来。你们平乳哦，太可怜了。他就是你啊。好。就是因为这个特征，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我。你的这个，可是他说比胸挺哎。好，下一个。胸比较挺。不如画完第二个才一次过说是谁。好。下第二个。下一个，忧郁眼神忘情水。忧郁眼神，感觉就是我啦。忧郁眼神，
脸如土色，暗光。脸如土色，太可怜了吧？你看谁了？终于知道是谁了。皮肤好吗？我看画坑洞了。他说暗。黑暗深渊大鼻孔。黑暗深渊。哎，为什么这两个人差那么多的感觉啊？那我帮他画一点点鼻毛好了。黑暗深渊大鼻孔。我这个好衰哦。你的好恐怖，哎，你的好像第五人格里面会有的角色。我现在知道是谁了。为什么我的眼睛那么可爱？有。微笑的嘴唇真有。微笑嘴唇，我画不出来。感觉是老吴哎。又觉得是。你有微笑嘴唇吗？你有忧郁？我没有土啊，我脸没有土。有，你脸有土哎。太土了。你脸泛黄啊。你脸才脏嘞。脸型有没有脸型？有没有脸型的部分？发型画哦。发型有没有啊？我觉得是男生的。你的鼻孔很大。他鼻孔的部分。然后他说眼神有点。我们就是忧郁。眼神是忧郁小生。我觉得一是小粉红。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可以直接写下来吗？因为小粉红就是鼻子比胸挺。没有，我忘记。哎，不然这个摄影机，我要找摄影机。好，我加一个 B cup。第二个应该就是老吴了吧？我也觉得是老吴。好，我觉得是虫虫。我也觉得虫虫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虫虫。你给我一个忧郁小生的眼神。忧郁小生的眼神。那你用一次。没有小。那你用一次。好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激动飞扬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特征应该要再讲一个，就是鼻脑外侧。我帮他加，我帮他加。你要新。我刚没有加了鼻脑外侧。哈哈哈！鼻毛外侧出可以。我吸毒啊！快点吸毒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耗不到谁啊？还有，我觉得可以再加一句：台湾第一浊水溪。哎，公道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快哭了。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幽默。可是他的脸没有很土啊，是龙啊。哦，好，恭喜我们这一集的队长两位出炉。不用玩，对不对？不用玩，没有，我们责任更大，好不好？你还记得那芙蓉饭店我们两位队长怎么了吗？对，通常有队长出事是队长先扛。对，我先说啦。我前天月经又来，每一集就是每一集，他近期跟着 A game 走，没有吗？我妈准备，他刚刚又说，哎，有没有扭伤先讲啊？好了，那我们等到更年期再来拍吧。啊，对，好了，第六集等到更年期。你说十年后吗？他说十年后。你也快了。哎，你们不是同一届的吗？没有，他量越来越少。对对对，不要这样说我姐好不好？就是那个布丁，不要讲那么实在，剪进去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选队员的环节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们是队长。哎，你们两个很配耶！不可能，你一定误会什么？我是绝缘体耶 ，forever 的那种。Forever 绝缘。可以了，你可以了。我可以了吗？对，可以。你确定哦？可以，三二一。我看得出来你们优越的眼神。他很优越，但我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我已经连续输很多集了。没事，连续输很多集了。我怎么自己说漏嘴？就是我好像只赢了第一集，剩下都输了。很明显的，这一关是我们的华灯。今天很明显就是我们的白灯华灯。这个凡是地狱特屌，你会掉哎。你不行哎！你不行，我觉得看起来很累。你的语气很怀疑。想选谁？他还不会选。我当然要选粉红啊！虫虫，如果他真的输了，他会挡下所有一切。就算对，就算是你当死，我可以为你当死。你潘美辰哦，跟我一组没关系，为什么？有什么哦？盲肠，盲肠，盲胃，水管，不是水管，我有肩膀。脖子手，我绝对不可以选，不可以选。对啊，这样你们更清楚，要知道选谁的话更清楚了。来，第一位面试者，请问为什么我们要选你？
我有体力。还有什么？谁没体力？头脑。你看谁没有？那个二号，二号麻烦你用英文自我介绍。Hi, my name is Shine, and I wish I can be a teammate with Abby. 别进。Not Daniel. 三号，好可怕哦！三号，请跳段舞，请跳段舞。心情什么？我没有更年期。好，谢谢。她怀孕了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讲出来，还有三个月。好麻烦，给我一段日文自我介绍。嗨，靠，嗨，那，那，那，弟弟的是呢？对。I got you, I got you. 大意思啊，不？大意思啊，哈。大思密达。我喜欢听歌的，我在喜欢我们开歌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被开了口头。好，来吧。好，那我先解说一下这次怎么选队员分队。好，那首先就是我会问两位队长的一些问题，他们会写出心中的答案在白板上。那你们六个人就轮流说出你猜他们会回答什么答案。哦，讲中的你就是他的队员。好，对。那好，第一题，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情。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情，听说那个小粉红，那个上次在夜店跟人家，哦天哪，不可能，我没有跟你讲，这他才不尴尬。发生过什么尴尬的事情？不然近期，我知道了，没化妆出门。对，我才不化妆好不好？忘记穿内衣。为什么你们这对姐弟要对我这样啊？要试试看吗？还是我直接换题？哎，那你就不能录。你这样叫他对不对？你要这样叫他，你要这样叫他猜歌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这很尴尬吧？你先讲，这还好，大庭广众哦，真的还假的？有没有？这个很屌，这个很屌，对，真的还假的？你先讲什么？我觉得会大便冲不掉哦，大便冲不掉，他用手抓，冲，对，用手抓，对，就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，虫 always 大便超大条，然后冲不掉。不要再讲这件事了，他没讲到，我就知道他没写这个。不是，我没有写这个。导航，我们直接全部导航好了。好，逐渐飞机接到前男友。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。接到你遇到对不对？因为你好多前男友。也是，那倒是。下一题，虫虫的坏习惯。好多，好烦哦，好多，我不知道讲哪一个哎。讲会不会太长？什么啊？从大学就被我念到现在。有。虫虫现在还有那个坏习惯吗？一定改不掉的。好，你先。我猜在公共场合偷偷放屁。没有错。鼻毛不剪，答错。用擦过的鼻子擦嘴巴。你讲走我要讲的了啦。是这个吗？擦过鼻子卫生纸擦嘴巴。他常常就这样，擤完鼻涕然后这样滑下来擦嘴巴。好恶心。他很节省，难怪皮肤会这么脏。答对了吗？没有。哇。我乱猜哦，上厕所不洗手。可以啊，我讨厌他。我曾经因为有一家店家他没有洗手乳，然后跟他发火过。有，那你给一点提示。是 OK 哦。关于什么的？关于脸。哦，他不洗脸哦。不是，为什么我的题目是这种？我的是下半身。他的答案完全是莫须有。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你有。反正我就是有时候。哦，喜欢闻手。哦。男生都会。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。我有一个抓摸机手脚。抓摸机。他不知道怎么就是偶尔抓一下。我才没有呢。没有啦，男生都会。他喜欢就是这样子，动不动就会闻他的手。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。对吗？对。你答什么？手摸脸。哦，这样算吗？那很算吗？就是你们各一个哎。耶，那我帮完对了。耶，你在想什么？阿瑟，我真的跟你一个了，是吗，小大？对。他不想要，他不想要，我没有不想要。好，那我们再提喽。第一个想到是黄色的东西，是啥？差不多。
好，它是黄色吗？它是黄色吗？它是黄色啊，我第一个想到是它。它是黄色。反正不管它，反正有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它。好，来，那一样哦，来。好，我猜香蕉。香蕉是绿色，甜椒，水果，因为我今天才吃，我爱吃的。柠檬，不是，柿子，爱吃，水梨，你中了，厉害哦，它是黄色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去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不可以让他们两个在一起。我没有跟我姐在一起。对，我没有跟你一对过，我跟你讲无敌。好，来，终于。对，必须说，我觉得这题下来看到战力最强的人是老吴，所以我觉得老吴的话，我吗？老吴很放心的。也对，如果海上的话是我觉得最厉害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你也很爱乱猜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好，下一题。Hi A Game 到现在最有印象的关卡。哇哇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。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啊，我都忘了。最有印象哦，前四集以来最有印象的关卡是什么写？魂哦！我知道虫虫的是什么了。对啊，我们有玩过这个，我们有玩这个，有啊，有就是那个吧，哦有哎，我们有玩，我们有。我们真的有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我想到了，我已经想不到哎。有。好，海盗船。你猜到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是海盗？不是。我以为你故意的。我跟你一起经历过的事情，我们两个没有很长一组吗？有，我们两个一起经历的事情。经历过。变装。谁让谁没经过？不是 SUP。分队分完了，耶！战力，我觉得战力蛮平均的，两男两女。哎，我现在才意识过来，怎么会是你们两个？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？我才觉得为什么是你们两个了？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从头到尾都一样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有点忧郁，不会忧郁啊，不会忧郁 ，OK 吗？对，而且如果你忧郁，也不要感染别人。不要讲出来。你是不是怕水？我不会怕水啊，我是怕输。你还输不习惯吗？我太习惯了，我好害怕。你还有一个最怕你没有讲到，怕吊床。为什么？那句话说的就是他的。好，分组分完了，早点休息啊，明天早上6点集合啊，晚安。笑得真诚一点，这个笑容我们不行。他的笑很诡异。来，大家就待着，没关系。你们全部都疑心病很严重哎。没有事情。没事了，去睡觉了。睡觉了。相机跟 GoPro 全部都把它那个。对，先把它关在房间里面。先把道具。等一下都不准给我录哦。去睡觉了，我们难得要放你们早点睡。你看他现在还假装在收灯。有，他灯都关起来了。不要再假装，等一下又再开一次。怎么办？超大。不是啦，睡了，拜拜。早上6:54，大家早安，早安，准备前往宜兰乌石港出海啦。我们这一次是全新的组合。对，真的哎，没有跟你们这样打过，没有，已经第五集，没有打，我从来没有跟彭在一起，我也没有跟你一起过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真的是已经第五集我才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对，有幸还是不幸？有幸，我真的很荣幸。有，我也想到游戏还不戏，之前没睡饱乱，因为以往都是你们两个分两队，对，可是今天你们两个同一队的话，我想应该胜算很大吧？没错，真的，爷屁，爷，他超多这种撞身子的，然后看一个东西说，对，我在，哎呀，这种，好，出发喽，嗨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乌石港了。你刚刚吃少一点了吧？不是，他吃完一个以后还喊说我要吃第二个，可是没有，我也有听到，可是刚好没了，所以我就只刚好吃一个。不是他不吃，是没了。然后我们刚好吃晕船药，因为今天要在海上站一整天。没有，因为那边有恩哥妹妹，他们鬼点子太多了。对，所以如果有什么脑力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有很多鬼点。但是如果体力，我就没有在怕了。但是感觉今天早上应该都是体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
虫虫他们会游泳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上一集 SUP 那么烂。出发 ，Go！ 不是呢，我们是要去比赛决斗了，所以我们是要去比赛。给我买一个寿司啊！当然先填饱肚子啊！你可以给我吐，你就死定了。我们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同一艘船啊！对，现在我们人在乌石港，准备要出海。好期待！对，又再次上船了。对，跟我们之前来牛奶湖是同一艘。对，你不要这么低迷，你不相信我们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们，我是不相信我自己，因为我连续输五场了。哎，四场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刚说你连续输五场，所以你们这一场也会输。天哪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连续输五场。他从上次就这样子了。哇，好了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乱讲话，乱讲话。上天就是派我们三个来拯救你的。耶，好 ，OK， 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黄队，黄队来，三二一，加油！早安，早安！今天的主持棒终于不在我身上了，今天就交由两位队长来主持一整集，来开始。我目前只知道的东西就是他们刚刚跟我们说，这一次一样是最后是用说他。说他的方式来决定胜负，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各个关卡，然后赢的队伍可能多抽几张，输的队伍就是少抽几张，然后最后再来看我们拿到的牌来决定谁的说他的点数大，跟上一集决胜负的方式一样，对，要实力也要靠运气，对，好烦的，为什么要选我们当队长啊？你会抽大？我没有要，我没有要，我没有抽钱，水神在抖是正常的，他从一大早气势就非常萎靡，对啊，是那个你没有捡到我的蛋蛋吗？躲在哪里？放在民宿了，没有带出来，所以我们这一组。这次都是女生，四个女生，四姐妹。好，这边跟你们说好了，就是这一次有大惩罚，那这次惩罚就我已经为队长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位置，好棒哦！所以只有队长惩罚，而其他人也要，但是队长的惩罚会。所以是每一个惩罚，每一个队长，他就是这么低迷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。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。We will, we will rock you.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龟山岛的牛奶海上面，超美的，超漂亮，我后面的景超美。今天晴空万里，你们睡了一整船，我们是怕晕船，睡到大家跟我说好美啊，不是晕船，高船那么舒服，不睡一下浪费，晕就晕说。我闻到一阵阵的那个屁味，谁放屁？硫磺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。大家看到我们穿上救生衣了，就知道等一下是一场硬战。是的，下海了。那我们现在请乔 PD 帮我们宣布我们下一关要做什么事情。好，第一关就是两队各自派一个人出来，然后站在 SUP 上玩绳子腰拔河。真的？会不会连站都站不起来？不能用手吗？就是腰拔河。哦，绑着腰要扭。那这个算法就是每个人也要下去参赛，那把对方整队淘汰的那一队就赢。哦，所以也有可能一个人剃光头。对，我们黄队的都比较吨位小哎。对啊，我们那么瘦弱，真的没有哎。你们误会了什么？你看你的底，我们这么瘦弱。那我们准备出发 ，Go！黄队战略讨论，我觉得应该是强的压头跟尾，可是要两个强的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我不知道谁强，我们没有玩过，不知道谁强。而且我觉得他靠的可能不是腰力，是那种平衡感 ，maybe 柔软。可能会平衡感跟柔软度有没有，我上次站一条单脚独立，然后马上摔个狗姿势。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劲敌应该就是老五了。对对，因为老五感觉就是会用蛮力。那你们觉得他会把老五摆在前面还是后面？感觉他好，可能会摆在第二吧。感觉他会压走。好，那你先，然后再你压底。那你们两个觉得我二你三好。哎，等一下啦，那要用腰吗还是怎样？我要练习一下哦。需要你在干嘛？我很怕你自己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。到底要怎么用的？这样会腰。那你要这样子，就是把对方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对啊，就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然后自己他也这样。不要叫。前后叫叫叫。我觉得是转一二三，跪着跪着跪着的。阿迪好像有战略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算还蛮稳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
你先去，他第一个，然后我第二个，然后你第三个，你第四个，因为你比较厉害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前面想办法观察一下你们到底怎样站比较稳，或是怎么样可以。最后捉住就。OK OK， 没问题。知道吗？重责大任在我身上。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现在应该是不能让对方知道棒次，直接第一棒，然后就一起举手。不能换哦，第一棒，一二三，哇！队长 VS 队长，哎，可是我输了我多久啊？你真的很丢脸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是靠蛮力还是靠柔软度，如果靠柔软度的话他很会赢，我一定啊，因为他真的很柔软，因为我真的他说哎、欸、起来起来，他就是软男啊，软男起来，一个很硬一个很会咬，我觉得这张有得看、欸、你怎么知道你就会硬摇二人组。你觉得当队长跟当队员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觉得很重哎、欸，是不是感觉是说如果断轨我敢不会做、啊、准备要下水了，有感觉干巴的，祝你一上去就掉下来。没有，虫虫，祝你一上去就掉下来啊，虫虫。住嘴！队长，剃光头可以吧？刚明你会给你们省，我尽量了，好不好？我尽量。你可不可以有志气？会给你们省。可以。好。哇哦哦哦哦，稳吗？稳稳的，稳稳的。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。不会太突然，太突然了。哎、欸，他很稳，他很稳，而且很会滑。刚刚教练呢？你看我们队长，嗯，还可还 K 也盖厉害，还 K。看奥博啊，叫你稳，就是跟我们碎碎聊吧嘞。哎呦，四五进五上去前，考上啊，那下大练吧。哈哈哈，大练，哈大练吧。那你有没有很庆幸我们这一集不是队长？有哎、欸，偷偷的庆幸了，真的。可是我还是精神上支持虫虫，只是我偷偷有一点小开心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我就要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当队长的心情，也不错。长大了。对，让他们多一点责任感。好，三二一就开始了，中彩开了，好，准备啊，三二一啦。他们叫扭腰，不是他们会不会玩？他们好像不会玩这个游戏。那好啊，你们要亲亲啊！两个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不是他。刚刚我们本来是要用绳子，然后用那个扭腰的力量去玩，但我们发现，在海上其实你一扭那个绳子，就会把那两个 SUP 拉近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扭。所以刚刚我们就想到一个新的替代方案，就是用两只桨，然后他们去两只在那边拉扯，一定就有一方掉下去，而且这样可以维持两艘船的那个距离。对，一样是拔河的概念，就是临时改一下规则，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。而且我觉得也会比较刺激，看下去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好强哦！其实他们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他们其实可以站起来很厉害。三二开始，开始，队长加油！他现在放低姿态哦，等下让你死。哎、欸，现在不一定是用力就会赢哦，对，因为你要软硬兼施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小粉粉只能用软了，他没办法硬，就是这种方法，他只能靠巧劲。哦哦哦！加油！彤彤，你不要太啊！好厉害，我们队长，我是队长啊！队长，我不想下水，靠你了，加！我没有抓到诀窍，可是我觉得我可以。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做的很好，你有拉然后又推。有时候就是不小心拖走部分，你知道吗？好讨厌哦，现在这么酸。不是说真的很会读书啦。我这个很尖的，你要稳住。啊，所以我靠你啊！会读书啦，我不想下去。紧张吗？我们的队长很有经验，我觉得我们加成。有加成了，怎样？超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脚再大一点。啊，再大一点。右脚，右脚。不要看我弟弟笨笨的，他在水上是一条龙。对，他很海迪啊。嘿，海迪。哦，海迪呀。海猪吗？对，就是海豚啊。哦，海豚。对。我们还怎么样？弟弟，你现在这样站会掉啊，你要平一点，平一点。你要脚要平哦。抖抖抖，但脚这样子抖抖抖抖抖。哎，是不是上去之后耳朵会变聋啊？或者是智商会变低？智商降低然后变耳聋，因为都进水啊，脑子也进水，镜头也进水。错怪他们。啊！很难呢。
哇，我弟居然连站上去都有问题。我们刚才真的是道歉，我道歉，对，刚才骂成这样子。彤彤、小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加油，预备。好，开始。他一出力，他就掉了。很好，弟弟赢得莫名其妙。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要这样玩。黄队下一位。刚导演喊开始到结束只过了两秒。肚子，我现在好像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在上面一直讲说好像很简单一样，每个人下去都很难。对，而且每个人下去智商都变很低。我来看一下 Ariel 下去智商会变低。他刚才在岸上说人家智商变低。对，来这边看，我不能说看笑话。在干嘛？有啊，他在平衡。有，可以啊。不落少女。好，那先站着。好走，要不要起来？你怎么站得起来？是。还没，预备哦。开始。开始了。二。那子你好狠呐！那子你好狠呐！很近啊，他很强，他两个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还中。溜溜溜！我马上就要下去了。他是收放自如哎，不要抢着主动攻击。好，他怎么用防守？防备防守，然后他就自己掉下来。他会用推的，你已经稳住了，他就把你推下去。对，他这样子海珠杀了他，快点用奖赏他发赏，快点。杜准，你先试试站起来练习一下吧。走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来喽，肚子很棒，你下排是最稳的。我弟根本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。有了，我用力啦。我觉得是我弟根本完全不知道干嘛。他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没有希望了。对，下一个就可以。弟弟。躲避球的精神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剃头，我剃头那么强啊，强啊，他是把它这样弄出来是不是的？下颚线，刚肚子痛的反应，哇，没有了。如果你想叫我帮你拍夜，不要放水。我妹说，如果你想要叫我帮你拍夜配的话，如果没有人呢？妹妹，预备，开始。最后是把手全部放掉的，可是这游戏的宗旨就是绝对不能放手。可是我弟是因为怕他，我妹掉下去的时候，他那个桨会打到他，可是没办法，规定就是不能放手，所以他们要再玩一次。好，预备喽！妹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了，请好好把握。好，准备开始。我觉得阿勋是真的会玩这个游戏，他很厉害哎，能用，对啊，强哎，他输我输了，你输了，来再下一位，哎，室友的脸都僵掉了，我真的笑不出来，体验一下泡泡海水也好嘛，你们谢喽，你就是去体验泡海水，对啊，去泡泡海水啊，现在觉得很肮脏，你们就爬上来啊，对，很害怕，中间一点，好。可以，对。哎，你真的出我意料，很棒哎，真的是海迪亚哎，是海迪亚的。不准再说这句话。海迪亚可爱啊 ，Vivi 加油！所以我要看你跟老吴 PK。好，
我跟你讲，我只要对到他，我一定输。猜拳这种我没有赢过。太好了，赢过这一关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刚刚不是这样讲，我们说把你压在最后一棒。对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挑战开一点，我没有想到他也是最后。你没有想到你会对到我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对他没辙。放闪！你干嘛莫名放闪的？莫名其妙。奇怪，奇怪，不行放闪。他那边假装在讲解游戏，然后说我真的对他没辙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交冰壁棒。我刚才是在帮弟弟，结果最后自己掉下来。可是其实室友是很会游泳的。真的吗？对，他只是平衡感不好。可是我们这关是在平衡感很好。你的脸不要那么想哭，我又会被骂。不要再骂他了，都是超好玩的。我们大家都是很乐意玩这个游戏的，玩得很开心。给他点支撑，一个平衡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敢放水就死定了！记得你说没辙的哦，世纪对决哦。我觉得老吴每次玩游戏的脸都超可怕的。对啊，你要认真哦，加油！妹妹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。不行的，好妹妹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一下让你死，你就让他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觉得妹妹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她真的尽力了，她真的很强哎。第一关结束了，耶！辛苦大家了，我们直接从海上上来，非常方便。有看到我左右两边大家穿的什么东西吗？米妮柔柔毛巾衣，可以借我两分钟吗？好，自入，好自入。好，米妮柔柔就是吸水毛巾衣整件的，然后我们有分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男生的，一种是女生的。如果我们是情侣，就可以很恩爱。好，自入完毕，没有。然后还有口袋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米妮柔柔这边，对，很爱。让你拿着都可以这样挂着的啦。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穿女版的，因为它其实两个宽度都差不多。它的男版的会大一点，对，会大一点点。我发现它后面还有这个很方便的设计耶，对啊，它是可以直接这样把整个人拎起来，是拎人的。这个很方便，你们很厉害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刚刚的赢家抽两张牌，耶！这边暂时先抽一张牌，我们不是输家，是你们是你们会输到底。我们一张一张抽，也抽到自己，没错。好，结果，好，我们请水上蛟龙。好，换我们抽一张。好，那我们黄队这边抽一张。好，跟上次。哎，好，换我们抽一张。那我们黄队这边抽一张。哎，他们说跟上次很像。哎呀，喂，漂亮，还不错。不是，就一张里面漂亮而已。哎，二啊。开心，你拿到七还是拿到一号？对呀。哦。啊，我们现在玩什么？抓。好，那现在大家都拿到第一关的牌了，我们现在就来请乔 PD 宣布我们第二关的关卡是什么。好，第二关的游戏就是在水上玩西部牛仔，我们会有一个充气的牛，那每一队派一个人上去，那看可以在上面停留多久，然后所有人的秒数加总就是你们的分数，那看哪一队最高分。所以又是一个平衡感的游戏。哦呀，直接改用坐着。那我们就进行第二关。哪里来的牛啊？快点去救那一只牛！知道刚刚在哪里找来这个牛？有个可爱的。这可是看这样子，好像真的很晃哎。没有想过会在海上玩西部牛仔。我是想不到，什么海上西部牛仔？怎么这么有创意啊？你们看这只牛，有够扯的。想知道哪里买的吗？这边。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关，那我们用猜拳的方式来决定哪一队先下去，赢的那队决定。又说不公平，又被骂，好容易被骂了。猜拳就好了，你只要猜拳。好。剪刀石头布，
谢谢。那我们欢迎白队先请。这种的平衡你 OK 吗？我觉得应该比刚刚那个还难我有点期待你耶。用腰，不要用腰，放腰超没力的。你真的？我去那个是靠健师那边还是什么按摩，然后他都会叫我站直，他就会说你的肚子完全没有出力，所以你永远站的时候肚子都会挺出来，因为我是靠就是后面这样撑着。有点期待你。好，可以。那你慢慢平衡，感觉真的很难呢。他手不离不开旁边啊。好，准备哦，三二。对！哇！好，5秒39。5秒39。好，下一位。我们的队友已经找到推人的诀窍了。哦，是不是？他们刚刚好像有合作。一推二拉这样子。很难吗？夹紧就不会，但是如果是他晃了，你就会这样。加油，加油！哇同情，连上去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真的很难耶。你看我弟，对，没错，好，你坐下，坐好，坐至中，好，开始，12秒96。哇！你们俩刚刚不是讨论好战术了吗？为什么他今天比较胖，所以比较稳啊？还胖弟弟中间那个不是肉是核心哦，好大一块核心哦，很大，偏大。他怎么上得去啊？可以。可能这一集的关卡就不会这么辛苦，不要让你们每一集都这么辛苦。你这一集很强我第三集也超强的，完全是白队强棒有一个 mega， 有一个角度中了，靠在中间已经掉下来。那个角度我等一下示范给你看，因为我大概也知道了。好，你等一下你跟老吴去打，你们两个有力。海军陆战队宪兵好不好？我们少说也是有超过的。不是，你退伍10年，我才退伍4年。当兵当多久啊？4个月而已哦。而且当兵每天哭，每天打电话回家哭。我想你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也是这样拉的，然后一直整个裤子这样。好，那如果再拉不下来，我们要甩。如果再踹不了。啊，踹不了，抓头发。杜石过来，然后给我一个很讲，好像很有力的情报。他说，等一下他们要左右摇。然后谁不是左右摇？没有，我们一开始是上下，然后后来感觉好像左右就好。不是，你要跟我讲，所以坐在上面要坐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说我们两个下去啊。我也觉得，你要小心你的屁股，因为我们踩大佛。然后我不觉得他们会很有默契耶，毕竟我跟肚子是有默契的在摇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他们靠蛮力摇的话，会互相比较。要有默契的摇，他们说的哈。住嘴！默契的摇，我觉得他们靠蛮力也摇。OK， 脚伸直，然后脚伸对夹下面。预备备，三二开始，加油！有没有？只要抵消掉。3秒8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刚刚两个有点抵消掉，是恩康平常多。那他们说你们刚刚抵消掉了。你不要再吵了。我一边拉一边推，一边拉一边推。你错了。没有，你们刚刚就这样讲的，我听到了。就是脚要夹很紧，真的。可是你脚伸着，可是他们如果一个角度。
没有诀窍，就是摇的人够厉害，上面就会掉。因为即便你在上面夹得多紧，他们一个角度过来你就倒啦。大姐，我还很好心的跟着姐姐角度坐后面一起。好，加紧，加紧，哎，第一下，第二。3秒气势，我都被3秒 KO 哎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以为我会撑很久，我也以为我会撑很久，所以你们至少一个人要20秒，加油肚子！好，右脚摆平，然后撑。可以可以，肚子，你看着脚跑，跑。哎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肚子大 O 不 OK 啊？我觉得肚子好可爱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还不行。等一下。我看到他这样，对对对对，他刚刚其实快掉了，对，他掉的程度其实就像是我们第一次掉的那样，回来，他用腰这样挺回来这样子。队长，你只要12秒，我们就赢了。我们两个真的老鼠屎哎，真的很帅哎，我以为我会很强的哎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刚才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觉得往前坐好像真的比较稳。哎哎，他说往前坐比较稳。能不能扛得起队长这两个字，就看这一关了。12秒哎，比我想象中的要追的还要少，贡献3秒，我只贡献3秒。队长，我求求你，加油！小姐，加油！加油！你的腰，你的腰，你的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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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你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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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气超软的，你自己看。对啊，他前面软成这样。队长，你刚刚很帅，你现在在干嘛？你现在把它补到满，然后我上去看看。好。现在那个队长，因为对方有说那个牛很软，然后呢，他现在想要试试看，那如果再充饱一点气，他是不是还是可以这么厉害？好，让敌对没话说。他刚刚比较软。好，准备3、2，开始。哎，蛮稳的，蛮稳的。还是很稳，还是很稳，还是很稳。我靠，你让你打我！我靠，我跟你说了放手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辛苦宝宝，辛苦宝宝，终于赢了，靠！哎，终于有了，老公腰了，终于有了。你知道他这么厉害是谁教的吗？谁教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你 always 叫他拱背。太感动了。实至名归，我本来以为我们死定了，我也觉得我们要连输2场，厉害了，厉害，我们翻回一城放水啊！哎，一比一很精彩哦。我们一直每次拍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直落的感觉，但是这一次拉锯战哦，队长跟队长他们那个火药味，说他是比运实力还有什么运气？印堂发黑，印堂发黑，皮毛外露，哎，你队长整脸都黑的。我们恭喜黄队第二关获胜。这一关输的白队，我们先抽一张牌。好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烂的跟什么一样，我们两个真的好烂，我真的好烂，我真的没这个。哇，好哎。三了，花三了。2张，你来1张，你来1张。3。哎哇，哎。有顺子的可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2、3、4、5、6，没有，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哎呦，没有。我没有的，怕亏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关，请乔 PD 帮我们做解释。是，我们等一下会在海上放一个魔毯，各自两队派队员站上去魔毯上面，需要你们做出指定动作。然后我们会边放音乐，当音乐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拍照。照片里面可以有做到指定动作的就有1分。这个魔毯第一首想到的歌，大家都知道吧？3、2、1 ，Love New World。没有没有，他们两个有，他们有。好，那
第三关。下去的时候会知道动作是什么吗？就会知道。你是不是每次听完规则，其实都不知道在玩什么？然后最后再开始问清楚。所以他的意思，其实我没有听懂，没有听懂。对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听不太懂。哎，那边也一样，那边也一样。我来说，就是。过程中可以把敌对推下海。可以。那他们也可以再爬上来。可以啊。好。所以如果在海上做出动作就不算，不算，一定要对。OK 哈。OK 好。小爽现在已经有一种想吐了、累了的感觉。对。他现在整个瘫软在那个魔毯上，这样子就对了。你队长已经没有斗志了啦。我也快没有斗志了。嗨，我觉得这个魔毯很好玩哎，很适合海上太阳浴。加油！先下水，先下水。哎，你女朋友哎，你要帮你女朋友加油吗？加油 ，Come on！ 哎，有战场没女友啊？左手比 OK， 右手举个食指。左手比 OK， 右手举个食指。快点！但是你要不断的有那个动作，然后去撞他。你知道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刚刚他们打成这样，还没有得分呢。好可怕啊！因为你不打别人，别人就会打你。对。刚刚很像在看 Discovery 的那种两只动物在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比着动作去把对方推下去。对。我们友好一点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们刚刚真的太暴力了。他们刚以为自己是那个摔跤选手。家里的题目是双手比 Rocker 试试加猪嘴。比 Rocker 试试加猪嘴。刚刚在那边说，哎，小粉红妹妹好可怕，哎，他们两个也很可怕。他们两个被打完你死我活，然后还要嘟嘴，嘟嘴你死我活。我刚刚这样把他压在下面那样。恭喜黄队这题获胜。他把室友压下去的时候，有室友室友后面才比的。来，你们来示范一次。来这样子，对，差不多这里就好。对，这游戏蛮好玩的，我也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。就我相信压制住对方，对，这因为这不至于到受伤，可是就那种蛮力的。我们要压制对方，看谁更厉害。我刚刚在后面听到妹妹说，有可能可以把对方丢到海里，哎，好可怕哦。重点不是把对方丢到海里，是你要把他压。我觉得海里太难，不要让他。刚刚一度有差一点被翻过去，但是重点就是把对方压在下面。是不是很好玩这个游戏？好好玩哦！我本来以为我前面就会把它挤下去了，对，我也以为差一点把它，我也以为，因为它整个撞到这里。我刚刚一度想说，我要不要先跳上海，跳下海，然后再上来，因为我真的一度要下去。对，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比 Rock。对啊，对的。那男生就抓龙抓手，还可以，好恶心呢，龙抓手呢，假肚肚。弄伤对手为前提，要仔细听音乐啊，不要杀红了眼。头比爱心，加脸要臭脸。来，你示范一次，臭脸比爱心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他们这有在拿，因为他们都要放手。哎，臭脸比爱心。我刚刚怎么没有把粉红丢到海里呢？你
你差一点了，你已经把脚我勾脚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摔跤都是这样。三二开始，加油！验票，验票，验票，没有吗？有连续拍了十几张，但都没有。导演判定没有。好，导演判定没有。我觉得杜子畅真的太可爱了，他只要让弟弟不要上来就好，但是他只要一拔腿，就他就往前这样。对。然后弟弟就在后面追他，他像丧尸，他不知道后面有丧尸。然后我们一直说后面后面，然后他就一直往前这样，而且他还要臭脸，他还要臭脸，他不会。你说说看。我觉得就是要抢谁先上去。你为什么要让他上来？对啊，你为什么？你刚刚一直因为我就觉得音乐应该要停了，要停了。真的是最终战喽！如果你们赢了就平手，我们赢了我们就赢了。对，好。哎，老吴好可怕！好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。因为你怎样，你最会蛮力。加油！加油！是，我现在在反省，我到底要不要很认真。我等一下怕被那个你怕突然命，好命吗？我跟你讲，认真，但是不要弄伤对方。对，老吴，我们不要太暴力。左手比 V， 右手比 Peace， 嘴巴要打开。加油！三二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老好可怕哦！验票，再度验票中。哎，同时啊，你看前一格跟后一格是同时。我刚好在遇到是老虎哦。两个都有吗？两个都有吗？真假的啦！平手啦！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刚杀红眼不让他上来，你有看到吗？超可怕的！好啦，好啦，超可怕！我很心疼我们队长哎。对对对。你刚刚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小河豚。对。幸好没有被得到分数。你跟好可怕，你好像被附身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一闹开始我就杀红眼呢。还要我们提醒你说别动作。有点把我拉回来，理智线拉回来接上。然后哦，对对对。一开始你那个线整个啪断掉。而且好险他别动作，不然他永远上不来。完全是一个待宰的羔羊。比赛快结束啦！耶！我觉得我刚刚很明显被凌辱了，我现在不想见人。出来，但是你还是有得分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你没有失分，都平手。对，所以太累了，就这样子好了。是这样子，不想生了。对，好，恭喜黄队两分，白队一分。耶！快点抽，抽抽一块，快快呀！对，我们可以抽两张，两张。对对啦，快一点啦，反正都一样惨。拜托拜托。什么？有，看一下。怎么了？睡睡睡，有 feel 有 feel。对对对对，我有点质疑我们对这个第一条。有吗？有啦，刚有。每次抽到我不想说，对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怎么样？好了，我们终于上岸了。玩了一整个早上，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要非常感谢这次带我们出海的野蛮部落。那个三位
船长真的非常的尽责，然后我们所有的安全措施还有所有的活动都由他们帮我们带的，真的辛苦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野蛮部落的阿佑。他们很紧张，他们不是来道歉的，对，他们刚刚开拍前说你们等一下会说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。阿佑，换你，他换我。耶稣，耶稣，然后我是金孙，金孙，对。野蛮部落在做什么的？我们是就是透过帆船，然后推广更多的海上娱乐的方式给大家。OK， 所以最近就在牛奶湖这一线，有其他的线吗？今年夏天到九月底都是牛奶海啊，那后续可能会跑到秋冬去做更多特别，可能船宿啊，在海上露营，或者是在各个南部的海湾去做更疯狂的荡秋千等等的。哇！希望大家持续追踪我们，那也不只有流浪者这条船。未来我们会有一些团队，那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找到你们？可以搜寻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IG， 我们都叫野蛮部落。OK， 我们下方资讯栏会带到他们的联系方式。好， okay， 谢谢野蛮部落。谢谢。这到底是什么变态的画面？两个字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擦身。